Hello， 今天吃一份自己做的臭豆腐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粉耗子，哇，这个真的太香了。还是要吸满汤汁好吃。真的太好吃了。闻着臭，吃着香。这个它是属于甜辣味的，也不会特别辣，但是就是吃得很爽。特别的弹牙。也不是特别辣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要流鼻涕，是这种空心的，然后比较粗的一个土豆丝粉。那真的好香啊。
但我真的吃的好爽好爽，那我就吃完了，拜拜。